喽，大家早上好呀！现在是11点25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有一个拍摄是在外景拍摄，然后今天还要拍打戏，所以可能会拍到后半夜。我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气温。最高气温-3度，最低气温-14。祝我好运。我们现在这边先画个钟。我的这个湿纸巾已经冻住了，妈呀！放在车上它已经，我的天，成了一坨了，这怎么给它？这不是也冻住了吧？我今天就没冻住，太奇葩了。装备：手套、羽绒服里面穿了一个大衣，然后下面还有几层的那个护膝和护腕，还是冷。我还穿了充电衣，怕我鼻子冻疼了。来，鸡眼，我给你擦擦鼻子。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米。我本来应该手套，没有围巾，没有帽子，跟服装老师强行要了手套、围巾和帽子。围巾可以戴，帽子戴了，太冷了。啊！好冷啊！他有别的帽子不行吗？来，服装，把姐帽子给拿走吧。美了！我说刚刚在外面吹的，我脑硬膛，特别冷。我拿一个暖宝，给自己加热一下。刚刚拍完了外景，然后先来喝一碗鸡汤，晚上还有野外。我这个鸡汤本来上来的时候满满一碗，然后现在被我炫的已经只剩下个底儿了，和一个架子，骨架子了。哇，我刚刚吃了一个辣的一个麻辣烫还是啥，然后你看我嘴巴已经辣红了。今天喝完这碗鸡汤，我们就要奋战到凌晨了。希望今天能早点收工吧，刚刚冻死了，真的要冻死了。今天晚上真是大杂烩，我这喝这个鸡汤，然后工作人员吃的是一个巨辣无比，刚刚就说的就是这个麻辣烫，我吃一口就辣。他反正炫了也有1/3碗了吧，然后我还点了一个粤菜的一个港式的虾饺和一个这个，然后还有一杯奶茶，救命的奶茶。收到。我们现在已经转到地下车库这来接着拍戏了，这里让我想起了我当时拍《使徒行者》的那场车戏，地下车库。老板，先走。必须运气，运一下劲。咸鱼，躺在地下车库。以前我在地下车库打人，现在好家伙，我在地下车库被打。Hello 呀，我终于收工了。今天真的是外面太冷了。因为现在是2023年的尾声了，我就在这儿提前跟大家说新年快乐，然后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，心想事成，想啥来啥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我身边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人都感冒了，然后发烧了，然后在新的一年也祝大家，疾病退，然后身体健康棒棒。OK， 那2024年呢？到时候我也是会一样的，每一周都会更新这个 vlog， 然后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生活。我们期待2024年吧。